要去接盛大哥。我觉得我们那个节目原本预算还蛮充足的，盛大哥一加入之后，对，整个预算啊都爆表。其实盛大哥如果不要坐高铁的话，这些钱我们拿来吃吃喝喝，对，其实也蛮充足，过得好得很。而且你看，我们还要浪费油钱过来这边接他。而且以前大家都可以坐高铁，对对对，现在就他坐高铁，现在都没了。而且他连我身为知名制作人，都没了，我也得跟你们，对不对？搭车呀，对呀、啊啊。而且燕君开车的技术呢，然后又飘忽不定，对，有时候还一直唱歌。对，然后我们也没得睡，对，都睡不了。我是要唱歌，不然我自己会睡着。不过想一想也不要怪盛大哥，因为他毕竟是国宝级的，我们要那个珍惜国宝，珍惜国宝，我们要爱护他，不要遗弃他。他也算好一类动物。哎，盛大哥到了吗？他应该到了。到哎，老人家虽然有贪图舒适，对不对？但是都很准时。对，他自己会找最好的时间呢、啊。他跟鬼一样。最好的时间叫做什么？什么？国泰。国泰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国泰。他会在 good timing 的时候出现。good timing。盛大哥吗？是吗？哎、欸，到了吗？是不是你说那个穿西装的那一个吗？对。哎、欸，盛大哥今天有点反常哦。哎、欸，对，那么热，他怎么会穿西装啊？全套的。他会不会等一下要搭我们便车去参加公祭？参加公祭耶，恭喜大头啊，公祭。哎、欸，盛大哥。像这种老人家参加公祭的机会很多。不要乱讲。我说我想念你，你该把我推开，然后你说你想念他，对的，大家一样。我很久没看到他。对呀、啊。上车喽！哎，到了，这边不能停车啊。好，大哥先。哇，上哥你穿上不会热啊？不会，今天要正式一点。哇塞！你坐后面吗？来。OK。等一下出发了。对。哎，我发现那个 BB 哦，是到后座去哦，蛮轻松自在的。那个前几集那个蔡小姐就他每次。脚都卡在这里，卡的，而且就是他那只大腿就卡在这里。你怎么把别人压受伤的大腿？对，哎呀，我没有真正肥过，我也没有肥过。我现在是我最肥的时候，我现在也是我人生中最胖的时候。我很长的时间都维持在50几公斤、60几公斤这样。是啊，我现在72公斤嘛，是我人生最胖的时候。你七十，我也72啊。那你多高？我170吧。哦，那我比你高一点，175。啊，加些是吧？我目测我们两个应该是差不多。哎，是不是要到了？马上到了。到这个路口出去就到了。说老板。哎呦。好吃。这三十几块市场好像蛮多人的哦。来。下车喽。好。好 ，K D 二，乌梅细粥，四组萝卜糕加蛋，还有那个糯米肠。啊，汤要不要？啊，要综合汤。好，综合汤。开板，开动。厉害了，哇！来。哎，它有荷包蛋，萝卜糕，糯米肠。而且它的萝卜糕是那种很白皙那种萝卜糕，它里面没有放什么虾米啊或油葱那种的。啊，哦。他们这萝卜糕很多是那种里面没什么包的馅，它的就是呢，买那种很新鲜那种萝卜，切成丝，煮完之后呢，用吹的，用电锅吹，用吹没有，他们一定用大蒸笼吹的，吹完之后啊就很香，然后再放冰箱，哦，很 Q， 而且它的酱很够味，嗯，它酱其实蛮简单的，沾它那个辣的酱，这是辣酱吗？对啊，旁边有那个辣辣的。嗯，还有大家不错，吃这个早餐呢，对，还有一碗汤，嗯，哎，我倒是很少这样吃过，是吗？早餐就有汤，哎，而且它的汤料也太多了吧，很像在吃一碗关东煮，哎，对，很多，菜头、丸子、豆腐、鸭血，想说很好，很像关东煮，是真的，对啊，好像关东煮，哇，吃了，我都快吃完了，好饱。老哎，少的汤拖啊！老哎，拜托哎。还要我们今天去哪里啊？秘密基地啊，盛大哥。秘密基地什么？不知道，盛大哥不告诉我们。
我现在往哪开啊？对，是那个，前面上高速公路。现在在座也只有你。我要南，要去哪里？我要北上还是南下？上高速公路。去哪？那北上，北上还是南下？我们去一个很好的，还是随缘。那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可以回答，我可以回答我问题吗？我要往北还是往南呢、啊？上了高速公路，我再告诉你，你到底是什么秘密基地这么秘密？为什么不能够说？不然怎么能叫秘密基地呢？我们是山里吗？我们从盛大哥的一些蛛丝马迹，你看他今天穿西装，打领带。你不是说我要参加什么？梳油头，戴金边眼镜。是室内还是室外？可以讲吗？他快讲出来，快讲出来了。有可能。室内还是室外？有可能他要带我们去那个拜访孤儿院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那里都是他的小孩。盛大哥年轻的时候风流倜傥，他小孩应该现在都，他小孩如果有的话，应该现在都结婚了吧？盛大哥在外面不敢打小孩，为什么？怕打到自己。不敢去孤儿院，因为都是自己的小孩。毛小通有那个 Paul， 那个名嘴啊，财经名嘴啊 ，Paul， 他不是光头吗？光头对。然后后来那个有网友。有拍照，拍到我跟他牵手，然后 po 在 Facebook， 他说好幸运哦，在泰国遇到沈玉琳跟蔡明亮。那冰冰，如果说李安导演要找你拍像那个色戒啊，那属于哪一种角色愿意吗？我觉得戏的话我愿意，但是如果是 MV 或是那种。本来说要拍射箭，结果拍成肉蒲团。拍完你才发生气吧？拍完你才发现根本就是肉蒲团。李安要笑话了。那也没办法。然后本来射箭拍成肉蒲团，然后本来说好的李安，结果来的是黄安。没有结果黄安自己上。结果你去拍戏的时候，在你旁边化妆是徐锦江。然后吹头发的是曹查理。真的到了，真的是到饭店来。哎，我看是外国人。Hello, my friend. Hello, Williamson. Williamson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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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illiamson. Hello, 我是 Bibi. 你好。你好。Hello. My name is Tony. Tony. Tony, yep. Can you speak English? 可以。哦，你会讲中文，那我就不用讲英文了。盛大哥。Jerry 出来。木先生，那我们里面请了。好。木先生什么？哎，可是我们到底来干嘛？我们就跟那个老外这样走吗？盛大哥，你事情都发展到这样了，现在你好歹告诉我们现在是要干嘛？你朋友会场办在这里算很大。对呀。要干嘛？他们来帮你解释，要干嘛？对不起，今天是要有什么事吗？因为盛大哥把我们带来这边，我们现在不知道现在什么状况。对呀、啊，今天有一个盛大哥 party， 他的 party， 是盛大哥，你过七十大寿也没有通知我们，你生日啊？没有，自己穿那么正式不邀请我们。我今天是一个场合的神秘来宾，所以还没有报名。什么神秘？不好意思，重点是什么场合？你是讲什么场合？可以说吗？这是什么场合？内部的一个场合。内部真的要把盛大哥带走，跟各位不好意思。你要把他带走了？把他带走？不行，他老人家，他不要。哎，你看，哎，好歹钱留给我们吧。等一下，哎，请，这这这啥？哎，盛大哥把一个帅外国人带走。他要高血压的药啊，你不要。哎，能不能问一下，他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没喝手，他们要彩排啊！盛大哥今天有在这边有接一个活动，那关我们什么？所以我们大家来活动吗？所以我等一下要等他结束。我告诉我，你们在这边等他。各位，一切真相大白，原来盛大哥私接 case， 就是利用我们录影的时候，他去赚他的外快，而且他还自己坐高铁。然后我们三个人来这边，我跟你讲，我平常也是大忙人啊。下礼拜我们录影的时候呢，先陪我去那个中天。录完康熙来了，
然后呢，下午再陪我去三立录国光帮帮忙。那我都在大厅。你以为我们是啥？你是娱乐大来宾是不是？你是只要我们是狗仔队是不是？不是，怎么可以说我们这个公务行程对不对？然后却要等那个盛大哥的私人行程？那请问我们现在要？所以我们咖啡厅，我们去喝咖啡。对啊，我们去咖啡厅。哎，说说说，哎，我们喝咖啡报盛大哥的账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反正他浪费我们时间。哎，等一下，可是钱在他身上啊。报他的账还便宜了他。我跟你讲，还要再爆他的料，把他私底下不为人知一面说出来，没有被镜头拍到的那些肮脏事全部讲出来。对，我们去那边讲的，去那边讲他的肮脏事。可是我身上没钱啊，管他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就等他活动结束，叫他来付钱。我们就叫厂商来给他付钱就好了，扣他薪水。而且我们就把钱都花光。哎，燕君啊，你也管管盛大哥嘛。我管得住他，我连你都管不住，我还管他嘞？我是根本不想管他。他真的太夸张了，公器私用，他等于今天领两份酬劳哎。对啊，夸不夸张？不是，他同一时间赚两笔钱哎。等一下凹他。他当我们是闲人。哎，我要不是为了服务我们那个节目的广大喜爱的观众朋友，我今天也有三场演讲啊。什么哪里的？各大专院校啊，盛大哥行情很好啊。怎么说？我刚打听一下，他参加的这个是知名的饮料品牌哦。很大哦，几乎是世界最大的。哎，人家还会红标的嘛，看上盛大哥，表示盛大哥现在地位也不一样。如果我有生之年可以办演唱会的话，我蛮想找他当嘉宾。还有你也可以来，哎，那你第一场你当嘉宾，你说要找盛大哥当嘉宾，那要快，他等不到那个时候。回拿卫生纸，但是我没有什么不礼貌的意思。男人哦，过了四十以后，谁要先走不一定。为什么是四十？就是四十还年轻。没有，四十岁以后就是容易有一些意外的疾病啊。对啊，所以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没有对盛大哥不礼貌。人哦，对生死这种事情要看透看开。对，过了四十岁以后，谁要先死真的不一定。真的不一定。棺材是拿来装死人的，不是拿来装老人的。那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过四十了。那我先找你好了。没，那你当然要先找盛大哥啊。对呀，哎，国宝哎，每多看一眼就少一眼。每看你一眼，就少看你一眼。人家是来主持这种喜庆活动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哎。我们录这边而已。阿公眼睛脏，太太看成娘，指着纱窗说：“蓝色蜘蛛网。”大家好，我是盛竹如，这是等下的开场白，练一练，练一练。因为啊，我觉得他们这个活动啊，他很认真，相当认真，所以我愿意来。我原本以为盛竹如盛大哥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先生、老爷爷，可是没想到。他竟然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老飞飞，实在是太可恶了！荒谬大师口不择言，背包客成员频频中箭。